谢谢我们的世界之光市长，在倒数的时候请跟大家说几句话。好，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，市长好。今天晚上台北101的跨年秀非常精彩，阿北在这里先跟大家祝福新年快乐，2018 Happy New Year。好，太可爱的市长了。是的，也欢迎我们的夫人，还有最可爱的我们的吉祥物熊仔。是的，那我们大家先把这个手，然后由这个闪电狼把这个滑鼠交给我们市长，我们现在一起等一下为这个点亮了，好不好？是，待会呢我们一起把手按在滑鼠上，倒数321按了之后呢，我们这边的灯光秀就会开始，正式我们要离开2017进入2018了，准备，3 2 1 2，请望向我们的101。世代与九项诸葛的好专辑，让世界看见他。
快乐，新年快乐 ，Happy New Year，Happy New Year。啊，好，市长，真的不好意思，你知道时间不等人。好，刚刚卢广仲唱太久了，对啦，所以呢 delay 了一点我们时间，但是市长还是准备了一些话想要送给大家，是的，好不好？来，请市长跟我们说几句话。这个每年跨年晚会哦，真邀请这个台湾之光来跟我们一起跨年。还有市长，今天邀请到场的这些人哦，年纪都不到30岁，但是都是各个领域的世界冠军，他们在追求自己的梦想。在自己的领域不断的努力，我想这些都是我们的榜样哦。那在新的一年，我们自己也是一样，要以最大的决心和勇气哦，这个航向全世界。所谓台湾走出去，世界走进来，让世界看见台湾，也让台北成为一个光荣城市。在新的一年，我们继续努力。谢谢市长，谢谢夫人。谢谢我们在台上的所有世界之光，谢谢你们。